家好，我是李玉彤，我今天要讲一个笑话，就是有一个妈妈，她生了一个女儿，她把她取名叫王美丽。别人问她，她为什么要取那么怂的名字？那个妈妈说，因为这样，她的女儿叫王美丽，所以别人叫她，她就会叫她美丽的妈妈。谢谢大家。